我们来看看气宝跟带宝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妈妈好，跳。哎，何姐，你们怎么样？哦，我们这边很惨啊。为什么呀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不可以吃这个、啊，是真的是冰淇淋啊？哦，真的呀，假的、啊。刚刚七宝买了一个，所以现在我们的账本是-12。没有没有，其实我儿子那个跟肉肉，我看见他了，对，他们在外面、嗯。真的想吃啊？真的想吃啊？真的想吃，姐请你啊！你要哪个？我们有钱，没事了。不行，你还差人家钱，算了吧。我想要牛。我不想你那么苦了。我跟你讲，一会儿我要演出。哦，知道我知道，我要演出。那你演出你请他吃，我要注意点东西。你要做什么？为你服务，我为你服务，你想我是干什么？为你服务，你想我是干什么？我爱你。你说，既然你说了就可以了。我们后面有好多戏服，要不你去看一眼吧。只能我做表演个节目什么的。你不是已经排好了吗？今天的东西。妈妈对啊。妈妈呀。怎样？要不要跳个舞，美女？叮。嘿。绕口令，可可口渴要水喝，可可口渴要水喝，哥哥喝水口不渴，可可要喝哥哥的水，哥哥水给可可喝，可可喝水解了渴，谢谢哥哥给水喝。好，走，我们现在进去看演出服。哇，你看，哎，我觉得这件很适合你。你是说真的吗？高兴大家能够过来啊！那第一个节目呢，先是我非常仗义的 Ada 姐过来帮我热场。害羞，是我害羞，因为如果是自己走了，我觉得是很简单的事情，我来控制。但是他们在我旁边，我有一定的压力，而且我觉得有些时候我自己也笑场了，因为太可爱了，他们在旁边，然后穿着那个衣服，我觉得很多东西都跟我自己一个去做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往前走。pose 站三，鞠躬给你，好，拜拜，走啦。娘娘，我们后面格格的裙子垮了。我想走公主。演完了，你不是说热吗？妈妈，我就说嘛，没样东西要好好选秀。没有走动，都要头黑啊。没有啦。刚刚那猴王是你师傅，知道吗？一会儿，你记得师傅教你什么了吗？马上就要舞棒子，对不对？加油啊！大家喜欢我们的表演吗？喜欢！今天何洁在台上表演王梅调，他们在台下一起看都觉得很新鲜，我觉得他们觉得从来没看过。那今天呢，他们可以站在下面看呢，我觉得是很好的一种文化的传递。然后我问妹妹，我说你愿不愿意去学呀？她说好啊，这样我觉得挺好的。
哇，比我们的营业额翻了一倍嘛。我们还算是可以吧。哦，非常厉害，非常厉害。以后我们也要向您学习啊，我们要改变我们店的销售模式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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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这一天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？谁来先给我们大伙儿说一说？我表演的是孙悟空。他们表演的孙悟空。我今天叫所有的人来看我表孙悟空表演。所以我们把掌声也要给，来，去吧。任务是1000元，完成了860元。哇哇，到了，厉害！慢慢慢。小鱼儿的任务是多少？600，完成了1110元。哇，他们赚了1000多。今天晚上我们请客，宵夜。好嘞，好。楚儿和杏儿任务是500，但是完成了958。对，那这是最高的啊！一来完成怎么样？我们一来首先先有礼物要送给大家。哦，好好好，哎呀，有礼物！一来永远都最暖心的那一个。哇哇，谢谢！好漂亮，这是一来自己做的。好，那么还记不记得先是上午说的任务完成了的组最后会得到礼物，得到惊喜，记不记得？来，我们一起掌声欢迎楚金霞楚奶奶。哇，欢迎欢迎。古文浩如，喜欢你们喜欢铁画啊、哦！谢谢谢谢谢谢。要跟奶奶说什么？谢谢。哎，好。奶奶，你看这里边有。医生说血压太低了。哦，那你们今天怎么样？哈，我们厉害了。你没有觉得今天我们都有一些光辉吗？儒雅，儒雅感觉。我说，今天学《弟子规》了。然后，如果妈妈站起来跟你说话，你要怎么样？然后他说要站起来，他从床上站起来，然后一激动，一蹦一跳，当直接摔下去了。对，今天七宝，我一直喊他，我说七宝七宝七宝，他一直不回我话。然后我说，今天我们上课，先生说什么了？先生是不是说妈妈喊你，你要回话？嗯，对，我说那你在干嘛？哎、跟我说的是一样哎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因为真的每次喊的七宝七宝七宝，就每次都这样，他才听。就是这样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急死了。对，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的教育已经是非常尊重孩子的个体了，就是他们愿意表达自己的态度，然后我们是一个平等的状态，所以多学习一些这样的传统的文化，在非常有帮助，对，非常有帮助，比如礼貌，比如孝顺，这些特别好的一些中国传承的传统文化，我觉得是特别棒的。然后去看多一点中国的文化，让他们在这方面增言多一点。对。真不是这什么多言，我们特别敷衍的说，对，其实我们没有听懂，就像那个哈，放在里面泡过的那种，增多吸收是不是？对，增加营养，正水的正，三点水就一个圆正正的正，正，好吧，就这样，好了，反正意思我们明白了，满，来喝一杯，好。啊，大厨！啊，我是御膳房的小肉子。我们是宠物店的店员。你控制一下你的情绪。我觉得我们今天是悲惨的一天。有一点时间观念，因为我这边比较着急的呀。烧过桥。看肉子的弄好不好？没关系。哦，水。你们今天觉得怎么样？开心。开心是哪一个时候啊？到新浪微博看节目花絮，感谢新浪微博的大力支持，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给偶像最好的支持，最强粉丝应援互动平台欧沃的大力支持。下载新浪新闻客户端，入驻新浪看点，了解更多节目资讯，专业答疑解惑，有趣脑洞问答，有问题上知乎。感谢腾讯视频 VIP。是不是亲子会啊？看一下好的。弟子规啊！怎么样？